我的心情就是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因为我就像我心里面讲的，就是我其实拍任何一个戏，我其实我很在乎跟这些工作的人，就我们的整个，我一直都认为台湾的剧组是全世界最敬业、最专业的。领那么少的钱，做那么长时间的工作，这样。你演过这么多的影视作品，演过这么多的角色，老狐狸当中的这个角色，对您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特别有钱。不是找我演庙公，就是找我演刘辣汤。我其实常常跟提醒我自己，不要演，不要 act， 不要演，就是去 play 这样子。然后其实蛮爽的哇、欸！有钱人真的是妈了个头的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最近不是台湾有一个人也很有钱，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而且我也很高兴，我们电影这个东西是在文化娱乐版，所以刚好跟政治版分开。妈了个头，不能够所有的消息都被吃掉了。